都怪遗传的问题，妈妈好心慌。我老公一直不准我女儿吃太多，他一直很怕我让小孩遇到我的肥胖，而且是遗传到妈妈比较多。假设这个妈妈是聪明的话，遗传是她妈妈的机会比较大。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如果有过敏，那小孩有这个过敏的几率就是三成，这两个人是五成。老大也有，那生老二的机会就是八成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